你快去吧啊，秋山，我们喝点喝红酒好不好？秋山，你可难为小姨了。秋山怎么了？大概是饿了。不是给他弄米糊糊了吗？他不吃啊。姐夫，你别管了，我想办法给他买牛奶。秋山，别哭了啊！秋山，我们不哭啊，不哭，听话听话啊！不哭了，不哭了。你来了，怎么了？你先别进去。你在这等着，等秋红出来，你跟他说我在老地方等他，让他赶紧过来，好吧？谢谢。哎，你都已经来了，你怎么不自己跟他说呀？秋红，我看见孙兆龙来了。他人呢？啊，已经走了。我看他脸色不好看。他说在老地方等你，有话要跟你说。可我现在走不开啊。没事儿，这秋山不是已经睡了吗？我守着。我去就回来。师兄，怎么了？秋红，我刚才都看见了。看见什么了？我真是没想到，你是个名角儿。你现在在家里当保姆，当奶妈。你别把话说那么难听，我是孩子的小姨。有小姨奶孩子的吗？秋，你这是在牺牲你自己啊。什么牺牲不牺牲的，我没有想这么多，我就知道我要是不管这个家，这个家就完了。可你再这么管下去，你就完了。没有这么严重。还不严重啊。你刚才秋山刚才饿得厉害，我怎么哄都哄不住，我实在没办法了，才那样的。秋，我在乎你，我爱你，但是现在你那么苦那么难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。你不用想那么多，师兄，你就好好唱你的戏。你的事儿捋不顺，我根本就在台上，我都没法唱。师兄，我相信你，你有这个定力。秋红，你嫁给我好吗？我们结婚，我们马上结婚，你嫁给我，我现在就向你求婚。你找我出来，就是为了说这个呀？秋红，你听我说，你嫁给我，你嫁给我以后，我可以名正言顺的照顾你，只要把你照顾好了，我就有心思唱戏了。然后我把你家的事儿全都解决了，你也能唱戏了，这不好吗？你觉得事情有这么简单吗？有什么复杂的？两个人的力量总比一个人强啊！秋红，我们一结婚，我马上搬过来，你有我帮衬着，家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再苦再难，我和你一起扛，好不好？你嫁给我，秋红，
你说句话呀。师兄，我不能答应你。为什么？我不明白了，为什么？你说个理由。秋山该醒了，我走了。秋红，秋红，我微笑。我发现秋山这孩子呀，特别乖。可惜呀，来的不是时候。莫非兄，我这开了一下舞会，赶紧过来看看你。莫非兄啊，你别怪我多嘴，我是不吐不快。你说你也是经过大风大浪的人，有什么想不开的呀？非得把自己往绝路上逼呀？困难能把人逼死吗？啊，是人自己把自己给逼死的。子慧，你说你做这事儿，啊，还拉我这么个垫背的，人这辈子什么坎儿遇不上啊？听一听就过去了，你得答应我啊。放心吧，以后不会了。正好，子辉来了，我还有点事要办，办完了马上回来。哎，去吧。哎，陈大哥。哎，秋红。秋山醒了吗？啊，没醒，睡得可香了。哎呀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我一出门，耳边老能听到秋山的哭声。真是难为你了。这是我应该做的。哎，陈大哥，你快坐吧。喝点水。不瞒你说，我现在都怕见你。为什么怕见我？那个事儿啊，挺不好意思的。我知道你还耿耿于怀，可你别再冤枉我了。是莫非兄让我干的，我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。过去的事情就不提他了。我和苏金都批评他了，让他以后想开点，别再添乱。苏金在里面吗？啊，没有，他说出去办点事儿。呀，孙老师回来了。嗯。哎，孙老师，孙老，哎呀，哎呦，孙老师，你怎么喝成这样了？孙老师，来来来，慢点慢点。天哪！天哪！秋红，哎呀！孙老师，算了，别动啊！我给你把外衣脱下来洗洗啊！孙老师听话，孙老师，来，孙老师手。哎呀，怎么喝成这样啊？在这儿啊，回来了，看看啊，这是什么？啊，奶粉？这可是进口货呀 ，Powder 的 Formulas 配方奶粉。哎呀，我跑了好多商店都没买到呢。这个不好搞，你跟哪弄来的？哎，我刚才啊，直接去院长家了。啊，这大半夜的，你敢闯院长家呀？我急了呀，我突然想起来，院长家有红本啊。特供的呀，我就想去找他借借试试。我把情况跟他一说，哎，没想到院长挺爽快的。他说了，说莫
肥兄和秋霞嫂子都是咱们学院的老师，他拿出这两袋奶粉来也算是表达一点心意，我就收下了。苏青，实在太感谢你了。谢什么呀，现在有奶粉了咱们就踏实了。而且那个院长还说了，下个月让我接着再去找他要那红本，那个特供商店每个月都有特供的奶粉啊，还有白糖什么的。哎呀，太好了，秋山就缺这些呢。哎，对了，我跟苏青都商量好了，苏青你跟他说。哦，对对对，秋红，子辉家的儿子不是刚满月吗，离不开人，以后啊晚上我陪莫非兄，白天我勤保几趟。哎呀，不行不行，不说好了吗，我能行的。哎，你就别逞能了，你行不行我们还不知道啊。莫非兄说了，这晚上肯定不会让你来陪的，他这人传统，肯定拉不下这脸。你们晚上陪他睡不好觉，这不影响白天的工作吗？秋红，你就别拗了，你做的牺牲不说是惊天地泣鬼神吧，反正我们是感动了，你得给我们留点机会啊，要不我们三剑客徒有虚名啊。哎，另外莫非兄不能老在床上躺着，家里不是有轮椅吗，得推他出去转转啊。对，这些天我也帮他多做做那个康复训练，还有中医按摩。哎，心理康复也得跟上，不能再出什么问题。你们想的实在是太周到了，患难的时候不靠朋友靠什么呀，你这小姨子都能做到这份上，我们还能袖手旁观呢。小姐，洗衣服呢。哎，啊，下班了。对，又上哪玩去了，大半夜的才回来。我练功去了。不是，你这这么晚了，你这怎么洗上衣服了这？哎呀，行行，脏，喝多了吐了这一身呢。孙小龙的衣服啊？不是，那他喝多了你给脱下来的啊？行啊姐，你这是啊，你这哪像个农村人啊，你这比我们都开放啊。什么话呀，你不会你这是当真了吧。你我姐俺哪有那福气啊。你倒是知道啊姐，我跟你说这事儿你自己想想就得了，人家孙老师是什么，人家剧团的角儿，你是啥。俺是啥，俺是你姐，俺嗓子也亮着呢啊。当初要不是爸妈偏心眼子，只送你一个人学琴拉弦，你姐俺现在也说不定是哪个剧团的角了。怎么的？行，你是角，你是角。哎，行，哎，你说孙老师最近是不是有啥心事儿啊？哎呦，那酒喝得多，一个劲儿的秋红秋红的。他跟秋红老师有啥事儿吗？他俩有啥事儿，我哪知道啊？我觉得吧。这孙小龙就是台上唱霸王唱多了，这台底下唱张生的，这是。人家那叫有情有义，哪跟你似的小白眼狼。